只要今天跟你商量一下，吃完早饭你早点去 Costco， 免得到停车位都没有，我们这边都很挤。我就不跟你去了。鲜花送美人。哎呀，我的鲜花太好了！你最后选这种啊，真不错。哎呀，买了一大包蘑菇。哎，好，啊，你会创造了哈。这个梨子啊，我是给你品尝一下亚洲梨，但是是加拿大的产品。好，可以，挺好。挺好啊，它这挑的看起来不那么好看啊。有机苹果哦，有机苹果，好。Happy 吃的牛肉，Happy 吃的牛肉，你吃的 pecan 哦，我给你做 pecan 塔，你好久没吃 pecan 塔了，好吧？牛肉给它分一下。牛肉，对，牛肉我要煮了的。好，我们现在经验了，我不要放这个花肥。真的不要放，我都能，这个我们放了将近三个星期哈，尽量长一点它才能散得开啊，不要太短。今天有白的，你为什么不买白的呀？就给你换个色。换个色呀。你黑莓是美人。这个好像玫瑰花瓣小一点哈。还没展开，过一两年再展开就好。就是你看哈，我们那边买的，这里买的可能就只有一半多一点点，这价格都比它贵。现在这个多少钱在 Costco？ 加完税大概25块。啊，对吧？我那天买的30块才这个一半的花。花本身是我记得22.9块，23块，再加完税。这个哈，如果插得好，大概2.5星期都能保持很不错。有在是吧？存着呢。哎，太好了 ，Tina 给我的那个好，你要用那个剪。你这要中间交叉的插，不要一根一根平放进去。不要把我的花搞坏掉啊！这是我送给我家美人的。你家美人在外面上厕所。不太雅观。美人也要上厕所，什么雅不雅观啊？啊，不能说松松垮垮哈。现在我来这个，把它的原配先放进去，原配放进去，然后这个是，这个太长了一点，这个要剪。前任，稍等，不会太长啊。满天星你都别怕太长。美人，你又跟人吵架。送给我的美人，东边我的美人儿。哦，那个卡里的作案工具忘记给他拿回家了。药放工具，你给他收起来的时候，出来一点，放太里面了。大师的职责。OK。你看今天又有太阳，你晒一晒。一有太阳我就坐着晒。我那天听伯格医生说哈，你很多免疫系统的问题哈，其实它就是一个维生素 D 很重要， D 最好的来源哈，你吃不一定吃，还要配合别的，最好来源就是太阳，所以一有太阳今天就赶紧做这些，你赶紧核算一下。坐着晒，坐在这个蒲团上，我们这个阳光特别好，这里有一个正有一个空旷的地带，正好也对，再拉进来一点，不然哎呀，还下着雨，有太阳，玩雨。不是，刚刚出了太阳又下雨，天又黑下来，那边还有太阳。这个哈，你上次那个芥菜拿回来哈，我就是直接摊在冰箱上，然后让它干一下，多好。然后我今天做雪里红给你吃，就是做雪菜炒年糕。看来我立功了。对，然后你买回来我直接放冰箱放3-4天了，就这样它自己会干，然后我现在拿去盐里面腌一下啊。
今天是鲜花配年糕，很土吧？是要这样子，强烈的冲击。你不能这么说，你这一说，我显得什么？我特别俗气。你以为呀、啊？盐全部进去了，我就可以洗掉了。嗯，原来揉软了，水也出来一点了。要出水，要揉出水就行了。因为这一次这个是因为我已经晾干了不少，我多水了呗，你看。好，现在我把它清洗干净，然后拧干。这个可以收雪里红炒年糕，我有菜谱。现在给它洗干净就行了。你去把被子拆了洗了吧。好嘞。啊，年糕你那天买回来哦，你手干净，你把洗碗机里面的这个碗筷都拿出来，已经洗好了好像。你看。利用这个插空时间把被子也洗了。对呀、啊，把被子洗了。这个樵夫太勤快了，我好喜欢他。你现在又喜欢他了？你不是说他就小人一个吗？啊，我一阵一阵的。对，这个筷子干了吧？干了，我有烘干的，那就给放这。哇，好烫，好烤啊！我喜欢被子也是要经常洗，就特别舒服哈。嗯，特别是那个刚换上去的被套，感觉香，然后连舒服的感觉，哎，然后连妹妹身上都是香的那种哈。咱留点肚子吃零食哈，不要煮太多。看，好像够了。增加点营养哈，这鱿鱼早晨鸡蛋吃过了，这算优质蛋白质吗？对呀、啊，不要太多。虾皮补钙，虾皮、嗯、就齐全了，齐全。肉末啊，然后我这个还是薄薄的一层、嗯、啊，待会那个烫完年糕的水，它滚一下过来就可以炒了。来，我现在开始做年糕啊。这边那边在煮，这边同时炒做肉末。熟了，不要煮太久。它这个本身是熟的。是，只是说要那个一下。这个雪里红吃好就现腌的。这感觉特别新鲜。嗯，多吃点。现腌的哈，然后我不知道它的咸度怎么样，尝一下，不太咸。然后我有这个小米辣，怎么样？干净吧？好。带劲吧？带劲。口头表扬一次。嗯，虾皮来的。这个直接这样炒雪里红出来就行了。这个就直接下稀饭可好了。哎，对。就可以吃了，但是我今天来炒年糕。我刚菜腌的不是特别咸，你要加点盐，加点酱油，加点鱼露，胡椒粉。建议不要加胡椒粉。好，不加。那个食客说了，不加就不加。不是食客，人大代表还是有作用的。你不是橡皮图章啊。咱们家的乔爷呢说了，要是不算，那谁说了算？是吧？一家之主啊！你这话一说，就像橡皮图章不说还好，真是露怯。哪里？这叫欲盖弥彰嘛！哪里？全票通过！哇，香，一定要那个辣。但是我们福州人是要有胡椒粉，没有、啊、不要啊，不要，加一点糖，好吧？硬是要加点什么七七八八的东西。米酒。哎呀，我就否了一个，他加了三个。有鱿鱼，
这边要关小火吗？这边不要关小火，它底下那个野菜有汁没关系啊。我先几个几个吧。好的，等它那个，等它哦，开了开了，啊，啊，好了，点一只蛋白，不能多啊，不能多，好了，开，哇。就特别喜欢现腌的雪里红，然后那个其实这个就没有什么亚硝酸盐，就那么一火十几分钟哈，用盐杀一杀就是了，这样子做不用腌那么久，然后就哇特别香。哎呀阿布啊，嗯，今朝我也想请你一个，不要他死一样。今天怎么化身上海人了？太好玩了，好吃好吃好吃，我特别喜欢，这就是我的菜。嗯嗯，对，你就是买韩国的那个年糕，就是它冰冻的吧？有没有什么防腐剂？冰冻的，它速冻。嗯，哇，就是我有通啊，喝水，我通肺。来不及了，我要跟你出去了。哎，它很奇怪，它这里的成分是什么？白米、精制盐，哈，就盐，嗯，还有酒精，没了，它用酒做的。好啊，啊，这可能是一个很特别的，对吧？嗯。